再问呢，你看好这个肉干它转哪去了啊？看好了啊，转转转转转哪个？哎呀，这第一遍就被你猜对了，你真棒啊，三毛啊！咱再来一遍啊，转转转转转，在哪儿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都被你猜对了，三毛，再来一遍啊！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直接转了啊，转转转转，在哪儿呢？啊？这儿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咱太聪明了啊，来给真棒啊。你说你们俩呀，啊，没事在家就拆家呀，啊，你说这好好的一个这干啥呀，这是啊，给咬的呀，啊，老四谁咬的，三谁咬的，小迷糊，不，你信我打你，小迷糊啊，信我打你啊，你起来，老师信我打你啊，老师你告诉我谁咬的，这谁咬的，老师这谁咬的呀，老四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孩子谁的呀？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不会呀。那我教你好了。好啊。你说你这孩子啊，让不让人省点心，你说你啊，你说这沙发让你咬的，从这块，哎，看你让你咬的啊，还挺会躲，你躲这儿了，你以为躲这儿不敢打你是不是啊，吃我一把。老四啊，这孩子不拆家吗，这不拆家的吗，这不是啊，啊干啥呀，我的妈呀，啊，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就完了，来。我四哥他跟你啥关系，老四他跟你啥关系，那是泰迪，他是泰迪，他不是你儿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，能不能行，这不拆家的吗，你说你护他干什么玩意儿，你啊，这看我赶快打你，起来起来，看我打不打你，你起来起来。